各大一线品牌、设计师品牌都开始发布2020年早春系列，开启抢钱模式。以下是小编盘点的几个品牌，有没有你喜欢的风格呢？ M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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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20早春度假系列在巴黎奥特伊赛马场 Hippodrome d'Auturio 开启。本季 Miu Miu 度假系列混合40年代和70年代为灵感，40年代影响力来自夸张的肩部剪裁和带有泡泡袖的漂亮印花茶裙，对比鲜明的衣领、高度定型的腰部和流畅的腰部细节，以及精致的刺绣元素和复古又高冷的彩色皮革，在复古时髦又摩登的 Miu Miu 少女身上完美演绎。 Dior Men Resort 2020自 Kim Jones 入主 Dior 后的首个男装早春系列释出， Kim Jones 将这一季的服装大片拍摄地点选择在花棚里，塑料薄膜的随风舞动营造出了朦胧雾气、山的轮廓、水的灵动，并用柔和的色调把花朵和服装融为一体，并携手英国艺术家 Alex Foxton 在街头和轻松的基调下晕染上浪漫印花。单扣西装、清新的蓝色点缀、腰际的巧思与细节，基调轻松，适合日常美好。法国新生代设计师 Isabel Marant， 他的设计特色在于布料的运用、细节制作、染色、刺绣等技术上的技巧。他的风格绝对不是喧嚣的惊人，而只是一种低调的法式时尚绽放。 Isabel Marant 2020早春系列中运用不同的袖型演绎、丰富的花卉印花、随性流畅的剪裁设计，塑造出复古又前卫的时尚感造型。 AWAKE